会被骂哦。教练，这几堆人是他的球丢下好不好？来，就定位，等裁判来。然后 A 场的裁判已经到了。
我看我腿都快进掉了。耶！那我稍微再来，来，真的好了，三个。加油！来，不错。加油！哎，帮你们班加油一下。对呀、啊。加油！其实不差哎，你们班打不差。对呀、啊。哎。不要抢，把它拍过去就好了，不要抢。礼拜五你再来拿，还没多少打完。
哎，你是不用打的、啊？很美，等一下。现在你怎么上来干嘛？看比赛。好嘛。对啊，你刚才挡住镜头哎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想不错。来，西城，他把衣脱下来，放回篮子里面。哦，我没办法。来来，放回篮子里面。
完全没有办法动。啊，完蛋了。那个你要怎样？去保健室一下。十五班的，去保健室哦。为什么只有一场？你会不会放太大了？怎么只有一场？哎、欸，不要乱动！我没有动。什么只有一场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这只有一场？什么只有一场？有啊，两场啊。哪有？那边还有我们啊，我们啊，我们没上去啊。是啊。衣服还没来、欸。相机最好不是这台哦。不是。讲究第二场。哎、欸，加油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挡住，挡住相机哦，谢谢。
男生对啊，你们来了。错。不然你们走。来，爸爸。那我们是不错。做假动作，这个打很久，假动作，六杀了。毛哥在干嘛？好了吗？好了没？哦，真的是你做的。有什么声音？开场。会长居然醒啊，好扯啊！
有。不行的，你这是干嘛？一颗就可以让你吃一遍。没有，咬不动啊。可以可以。同学加油！哇！Yeah.
哇！那个西施。我又不能说什么。挡住了，哎、欸，挡住了，喂，你挡住了，你挡住了，好，完蛋了，好尴尬，完蛋了，没有电池了，他们这最后一场我没拍到，挡到就没电池了，没有没有，啊，完蛋了，拔不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怕，有在挑战，太恐怖了。哎，你怎么都要出场的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知道我们是在电池了，人生是，对，我没录到出场，我忘记在电池了。大姐，啊，什么？我没录到出场，对啊，没录出场。有，好悲啊，完蛋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手换手换，然后就是光看。我那时候打一球就猫完了，而且他是打平手，没打平手。哎哎哎哎哎！你别先惹他，再打篮球，你别先呛他，再打。然后你还球在旁边，像我这里有被踢到，踢倒了那种感觉。啊，算了，我不要踢你。哎呀！哎呀！不会，我打篮球有踢到。有线快，有线不行。这样子可以，你这样会红的。你再惹球，哎。那个打他。不是。
行，我先把你扇一扇，让你醒一下哦。然后就二姐很烦耶，而且他还问两次，因为你说好，因为我这个没有。哎，我觉得大家回去了。Thank you.
谁是谁的？好，他在哪里？他都看给我。哦，我的奶茶，谁办正办吗？选那个红色的茶水。早晨。好，下一个菜我妈炒。我也想要早餐。加油！准备剁吧。同学，因为所以点点点，啊，还没比完。下回还有啊，还有啊，靠！我本来要走了，我本来要走了。拍好了，怎么是？哎，不要再拍了，要不然下午会没记忆体啊。你知道我那个？我已经四批全部都是学校的影片，再弄上去爆了。别了吧，我已经要买一个3T 了。我的照片是在浪费。超有用的，辟邪啊！我要赶快回去充电，要不然歌唱比赛就没办法录。下午第一节嘛，对不对？第二节。第二节。完蛋了，要请假了。要请假。我会帮你加油呢。青眼。哦，这样子吧。好，你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他的真没有用。啊？那个没有用。有用啊，是你给他弄成反的，他当然没用。组长，我走了。组长，我走了。你走了，拜拜。我的奶茶。号码一还没有收啊。留低糖的卵子，其他的收一收。玉文老师，你几级啊？哦，妈，这是跟张小娟去请假，这个人竟然好像在那个位置。谢啦，早餐。好，谢谢你。好热啊！车上比赛你有参加？谢谢走啊，好，那我。
你们班有人参，你们班有人参加吗？没有，有，可是没有决赛。那你们班就没有去拼了？应该有吧，可是我回去。为什么？我要去那个基隆。好，你问我还有据点？没关系、啊。哦，是哦。我说好了，没关系啊。哦，是哦。他就不在乎嘛，没关系啊。反正都要毕业了，然后都是青年，好。很多帅哥都读青年哦，你可以去找北京帅哥。老师，要啊。这样，要不然谁要让我拍？他要让你拍。哦。谁？哦，自称彭于晏的让你拍。你刚才问我说还有在拍吗？那就是自己想拍嘛。哦，我有 take 镜头。take。哎，你这么矮啊？对啊，你看我在后面都可以。真的、欸？对，我是矮子。哇。我矮子跳的比你高啊！妈呀，要没得。好，拍到了。干。拜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不要再拜了。好。